为在元宵节夜是烟火糖炸，结果造成了有33位的游客受伤，其中有一个是6岁小女童，她的脸部和胸部受到了2到3度的灼伤，住进了加护病房。这个女童呢是家中的独生女，父母亲非常的不舍，很担心伤好了之后脸部会不会留下伤疤。被焰火击中的一瞬间，大人小孩闪躲不及，惨叫声四起。这是6岁女童的父亲拍下当时惊悚的一刻，心肝宝贝也被焰火烧伤，心中万分焦急。就是在左边眉毛，还有在左脸颊，还有在下巴的部分，没有，就是属于2度到3度的烫伤。医生是说他的下巴的部分比较严重。女童还需要住院观察，李爸爸最担心的是烧伤好了以后会不会在脸上留下疤痕。就说我们把她照顾成，就是像先跟宝贝一样照顾成这样子，但是既然发生这种事情，我觉得真的没有，对，我也蛮内疚的。不止小孩被灼伤，大人也难以幸免于难，搞为烟火扑过来的那一刻痛得忍不住大叫。衣服要剪掉，衣服粘在皮肤上，用生理盐水试着降温，而在一旁抱着受伤小朋友的家长更因为迟迟等不到救护车而发火。那主办单位在搞什么鬼？元宵佳节全家和乐融融看灯会烟火，没想到成了一生中难以抹灭的噩梦。中央新闻许琼文、林正彦 SNG 小组嘉义综合报道。